我现在已把第二次纸牌慢慢解散，希望你们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解散。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02年10月18日19:05。没有李燕，你来讲错了。不可以，请你们把我们转台吧，很焦啊。我们人见面，跟我们人讲话，跟看这个纸上的白纸黑字是不一样的。科长，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嘛。我要跟各位报告说，各种经验的获，各种讯息的获取，不见得是要实地经验才能够取得。我们希望署长至少听见我们讲的字里算文。智力生活支持服务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很强调必须要服务使用者参与设计讨论，然后才去推出的一个服务。可是过往我们从去年还有前年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其实往往漠视我们实际的需求。政府委办了智力生活支持服务给民间单位，可是他们毫不负责任的只是叫人家去执行这些内容，可是不给予就是相对等一些好的劳动条件保障，比如说个人助理的一些劳动条件，还有薪资，还有同台支持员，他们也要去提供服务，这些的条件跟保障，就是他们并没有受到政府的一些补助。对，比如说要劳健保啊，那薪资也过低，因为我们个人助理师他做的内容是很辛苦的，可是却只有120块的时薪，造成我们培育了很多个人助理，可是呢，他因为呢就是薪资不足的关系，没办法生活，所以没办法长久待在这个行业，就必须要去转换跑道。既然就是发布法令要做这个服务，可是又让人家办不起来，那你还不如就不要办。我们希望就是第一个，他们之前开了很多会议，都是自己关起门来，没有加入服务使用者跟障碍者还有个人助理的意见进去，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只找喜欢的人去开会，他们自己钦点的一些人去开会。对，那我们要求就是14日之内先开一个检讨会议，那以后每半年要开一些研讨会论坛，研究这个服务该要怎么样再低生长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刚刚讲的，就是人员的时薪的保障要调高，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服务时数也过短，因为一般人想想看也知道，我们一天有24小时，可是他提供的最高最极度的重度障碍者，一个月只给他60小时的补助，那其他嘞，其他几百个小时的生活是叫人家怎么去过？我们现在准备，然后把所有的第一排就是电动轮椅，请比较轻的或者是手动轮椅往后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再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回复的话，每一年都会这样子被敷衍了事。那我们现在很多使用者回去也没有人力协助，父母也年迈了，如果今年没有得到一个正面具体善意的一些回复的话，那我们就住在这边了，给他们协助好了。对，因为他们是公务人员，他们不能漠视这一块，我们需要协助，他们不协助的话，他们就是失职。我自己是自立生活的需求者，好，那其实我最近也才刚结婚，家不是优渥的环境，甚至还有中低收入户这样子。那今天很重点就是说，一直请到底请到什么时候？那我的照顾应该是国家要来帮我，而不是我家。而不是我的父母来帮我，所以我对于这几年有一种新闻，我很震撼，就是那一种什么老夫杀病妻，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社会状况？那个就是一种精神压力，政府的支持度不够，所以逼人民走上一种绝路。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是独立的个体。那为什么要交给别人？甚至他是我们的家人，其实他没有帮我们的决定的权利。所以这个是现在障碍者必须要被教育到说，你自己要有自主。那对我来讲，我很期待的是说，如果我有个人助理，就是搞不好我有一个三班制，因为我有个三班制，大家很好相处，我也有付我应该付的一点点费用，然后剩下的就是政府来补助，这样子可以让我有工作做，我也可以做工作，我也对社会有所贡献，没关系啊，就来挡公车啊，也没什么。而且那一家还是我很讨厌，
因为那一家的 无障碍设备真的不好。台湾 很奇怪，要推一个交通，推了一个 很不方便的低底盘公车，因为它斜坡板非常的短，然后又很厚，然后公车的态度又有点差，就没有说像首都客运或台北客运的那一种车型那么优。很多无障碍空间也是，就是一般人去设计铺斜坡、盖厕所，可是做完以后我们都不能用，那也是浪费了整个国家的资源。那我们是一开始就希望能够纳入我们参与讨论，跟一起设计跟研拟，这样子才会是最适合我们使用者的一些可以落实到生活上的一个服务。我就要跟各位讲，那里面不是休息的地方。那你们有一些开会的地方，让我们先进去嘛。会议室让我们进去躺一下。目前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要换尿布哎。我们也不是来休息，如果可以开会，我们会愿意开会。但是你们不愿意派署长出来见我们。开会不是今天啊，我必须要讲，今天没有人在嘛。我刚才那你就让我们先进去嘛。所以我们另外开，你让我们开会的时候会邀请各位参加。你让我们先进去。我刚才讲过，里面不是休息的地方。那就请你跟我们一起坐。如果要上厕所，会有别的地方可以上厕所。他们不只要上厕所，他们要舒展他们的筋骨哎、欸。舒展筋骨，他们怎么舒展？都可以舒展筋骨。长官不在台湾吗？在台湾，不在这边。那他为什么不过来？因为不在这边嘛。至少他们可以下班呢、啊。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知道，但今天晚上至少解决。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坐在哪里吧？今天晚上本来就应该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休息。到哪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没有个人助理，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你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里面也没有个人住，那就是你们要想办法。所以里面也不是休息的地方。不是，那科长，那你觉得这个人住你这个制度不是由你们来定的？制度需要被讨论，我们都同意，但是是不是在今天被解决，那可能还要再讨论。已经讨论一年多了，这是我们的心声啊。讨论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声音，还有很多方面的声音要必须会。那至少要邀请我们的声音。当然会，当然会，对对，但是不是今天？今天不是讨论的日子。那什么时候才是讨论的日子？我们会邀请。什么才是讨论的日子？会邀请。你们定出从去年到现在，都是你们在定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定？对啊，我们可不可以定一个我们要的日子呢？我们会邀请各位来参加。你们什么时候邀请过了？我们会尽快开会，这个都讲过了。什么叫尽快开会？我们待会有很多变数在，我必须要确认场地，要邀请各位，要通知各位什么时间，我不可能在今天给大家答案。可是我们都已经来了，我知道各位都来了，所以我说大家都很辛苦，说大家诉求我带回去嘛。你带回去，你白天如果我们让你带回去，白天就让你带回去了。说何必让大家这么辛苦在这里？那是因为你们都不愿意办事情，你们不愿意听我们这些，你都说你听到。今天你开个场地，先听一下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他们回去休息。大家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所以我说大家可以赶快先回去休息啊。可是我们希望今天开会啊，那可能就为难我们了，因为今天的确长官不在，你们是仆人嘛，那为难你们，你们不能够赶快想个方法去解决吗？我们很努力要解决，就是我们尽快会开这件事。对，那为什么署长不出来见我们？因为我说今天他定有行动，我讲过很多遍。那我们就等到他行动时间方面的时间了。我真的不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处理事情。我们也不想这样处理啊。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是不是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互相达到任务，就这么简单。你们的诉求让我们知道，我们会尽快满足你们的诉求。就这样子。去年你们也知道了诉求啦，去年也来过啦。去年来我也跟各位，我们也刚下午也跟各位讲了，我们必须要收集资讯，要看目前运作的状态。所以你们今年再继续收集资讯，然后明年他们再来一趟，然后明年再继续收集资讯。我刚才讲过，我们会近期开会，会邀请各位来参加。否则我们今天跟你谈也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我们在为难你。那你们的最后诉求，总要告诉我啊。就是那三点啊，承诺书上的三点啊。承诺书是要怎么样叫做承诺呢？我们有三点，那个。我们今天把这个诉求带回去，不叫承诺吗？不叫啊。今天任何政策的决策一定要在今天有人跟你讲说就这样做吗？那是不太容易。啊、至少署长要过来跟我们见个面嘛。我们也没有要求署长一定要现场承诺，但他至少要出来跟我们见个面啊。我们没有要求署长一定要签承诺书，
但是我们希望做任何承诺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吗？至少我们希望他先来跟我们见面嘛。我不要怎么先来后来，我只要确认你们的立场，你要我们怎么配合？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你为难到我了。的确，组长不在这边，那你要找他来，还要再耽误大家的时间，大家还要再辛苦一阵子。那有没有需要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就不用让你请署，你请署长来跟我们见面嘛。因为我们刚刚有决议过，就是说本来是部长，那你们说部长是不可能来了，对不对？那就署长，好，我们同意你署长先来，至少他，我们希望他亲耳听见我们的诉求，然后至少跟我们新活力的理事长沟通一下。我觉得这个诚意，而且上次这个诚意你们应该做到。我觉得今天我相信你们开会的时候你们有都接触过。所以我们新活力才说嘛，署长根本不知道个人助理、自立生活这几个字，他连这个都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年才会再来。所以我们希望至少他现在来，我们跟他讲一下什么叫个人助理、什么叫自立生活，我们的诉求。我觉得这一点并没有要求他的一个承诺啊。至少他在观念上可不可以有所改变？至少他听我们讲什么叫自立生活嘛，什么叫个人助理嘛，好不好？那什么叫做我们的诉求？说实在，这样的诉求我带回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署长来听，我们希望他的耳朵打开，真的听到。那就请一个可以负责的人来。不要在这里再打官腔了。因为你站在这里更挑起我们的情绪。好，谢谢。